羊群用爱庇护茫茫。在美国黄石公园北边有一座农场，农场的主人是现年66岁的费德斯坦。你回来了。是啊。车上那匹马是怎么回事？是从动物园福利机构领回来的吗？是啊。它看起来还蛮强壮的。可是它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它是一匹盲马。哦，天哪，可怜的家伙。费德斯坦和她丈夫的农场是一座私人管理残疾动物的收容场所。这里所收养的动物都是其他动物福利机构认为残疾太过严重、没有生存价值的动物。如果不赶快抢救过来的话，他们的命运将会非常悲惨。多亏我及时赶到，否则他今天就会被杀死。瞧，他好像很害怕呢。小家伙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了，在这里没人会伤害你的。你不要害怕，那是我养的绵羊在叫，它们不会伤害你的。我想它们还会成为你的好朋友。羊儿们，快过来认识一下我们农场的新朋友。他们会成为朋友的。我想会的。就这样，这匹马马便在费德斯坦的农场和那群绵羊住在一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马大哥你好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小强。对不起，我刚才不小心撞到你了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。真可怜，他的眼睛看不见哦。是啊，主人他收留很多残疾的动物，如果没有主人，这些残疾的动物都会被杀掉的。我就差点被杀掉，因为我的眼睛看不见，没有任何用处。小强，你不要难过，幸好你遇到了我们的主人费德斯坦，他心肠非常慈悲，你现在住在这里，谁也伤害不了你，而且还有新鲜的草可以吃哦。可是我的眼睛看不见，我都不知道草放在哪里。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照顾你的。是的，我们可以当你的向导，带你去有水有草的地方。那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这匹盲马和农场里的绵羊成为了好朋友，这些羊充当他的向导，把他引领到有水有草的地方。刮风或下雨时，还会把他带回棚里。小强，快过来，开饭的时间到了，主人给我们准备了好多好吃的草料，你快来跟我们一起去吃啊。你跟着我，小心点，我带你过去。大家让一让，小强来了，他眼睛看不见，请大家给他让路一下。你跟我来，慢慢走，没关系的。小强，快吃吧，今天的草料很新鲜呢。真是太谢谢你们了。每当遇到刮风或下雨天时，绵羊们还会把它带回棚里躲避风雨。不好了，下雨了，大家快回棚里避雨。小强，要下雨了，你快跟着我回棚里。
哎呀，真的好险啊，要是再晚一点的话，我们可就被雨淋湿了。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，要是没有你们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回棚里的路的。你太客气了，我们是朋友嘛，照顾你是应该的。真没想到他们之间竟然会有这么无私的爱，瞧瞧那群绵羊，他们对莽马照顾得可真好啊。是啊，这种马和羊之间的亲密相处真令人感动，为什么有许多人就是做不到呢？我相信人类终究也会以爱对待彼此，善待动物的，人类一定也能善待这个所有众生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。羊群用爱庇护着莽马，为它保驾护航，动物之间这种无私的爱与帮助实在很值得我们人类学习的。Love.
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。